那种感觉。也有吧，也有吧。他男蛮帅的，染了红色，就是想染一下。然后他染完之后疯狂 diss 我，还是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好看。对，我们以后会经常来马来西亚的，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好地方。因为马来西亚的朋友们真的很可爱。太会拉了。OK， 说的好有营养，我好有压力啊。